2022年1月24号。第一次启动扫地机器人，阿东怕死了。阿东怕死了。天气好好哦，早安。今天是2022年1月26号。今天晚上要去吃尾牙，到了。好险！一二三，必须的！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1月28号，我们要回家了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快乐，妈咪！是那一只白猫，他爱那一只白猫。他说自己会吃。自从养了 Luna 之后，你的衣服都变这个颜色了。啊、衣服都变大地色。突然有好多只狗狗哦。你很文静哎。划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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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